是季杰的教练冯宇峰。然后我们现在是为各位同学介绍接近吧，没有接近，目前吧，我们这有是教镰刀式入水跟垂直式入水。那使用的时机呢，都是我们的逆着在我们的水底下。那通我们如果我们游太一般，我们在如果我们看到逆着，我们说用抬头前或抬头蛙过去，突然发现逆着沉下去水底之后，我们就个用抬头前之后下沉之后，下沉之后垂直下去之后，用我们的镰刀式教啊，镰刀式，镰刀式啊。哎、啊，你不是要讲镰刀式吗？对，镰刀式啊。吸气，吸气，下潜，躬身下潜，躬身下潜，躬身下潜之后，可以，可以下潜。对啊，吸气，吸。你有些玩情绪感觉不好，接近吧。还两个长脚。接近。接近带了。接近，接近完带了。是4777教练。接近截图来。现在要来介绍接近吧。真的吗？接近带了截图。接近。我要介绍正面接近。接近截图带了。另外还有正面潜水接近跟正面潜水背面接近，其实是这次没有要介绍，就选两个讲吗？对，你可以把它大概从刚讲出来，比如说它是它有那个水面上的接近法，跟水中的接近法，跟水的接近法，你可以把它讲出来。那你就是说你现在是要讲那个水面上的接近法，这样讲，跟他讲。我刚刚只有讲这个，没有说它是水面或是下面。带人法在做动作，解脱法。对对对。欢迎大师领教。好。